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多来啊，请你们多来意大利看看，就是不要看服装，不要看皮包，不要看法拉利，要看文化啊，要看那个基础这个思想。最后的你说有我们有一句话，以前说你死我活，我活，对，这个不对，你死我也死。这个要想这个方法，不是你死我活的概念。你死我也会死，是这现在我们世界上是这样子。